像有时候我们的排班啊，或是整个计划流程啊，都是在里面完成。所以小朋友，你告诉我，我们进来的时候要不要敲敲门？要。要不要再敲敲门？要不要直接再打开来？要。不行，就没有礼貌。没礼貌。那这里是什么？神告诉我更衣室。什么叫更衣室呢？就换衣服的。是游泳的地方吗？不是，换衣服的地方。原来感情这么好啊，手牵到现在都不放哎、欸，放开了，放开了，人家看不到。面包，拜托分开一点好吗？我记住了。